四四足唔甘，足艰苦，教师爱甲超度。我本来是超甲手软啊，我唔知按按头啊超还是按尾啊超。我甲伊阿公好啦好，我甲你帮助。啊，有够感动！欸，我这内底有这个歌词，伫个恁当个拢甲背起来哈。我是还未背起来，我当个甲认真背起来。咱都要让太太安心哦。太太福气这么大，功德这么大呢，因为他在你们家收这么多福。你要做善事，你要做功德，你要按家的做起啊。你不要这样在家对那么坏，去外面在救济在做善事，那都骗人的啦。我们都按身边做起，夫妻要互相相敬如宾。我们女人要学比较温柔，不要这样赤白白，有听到吗？打扮一个是不要紧，你看这大家也装得这么漂亮，因为我说你也不是出家人了啦，如果出家人穿破衫，这样我们也没管你，但是你不是出家人，你是太太，要了解先生的需要，先生若真需要你美丽，你就更加美丽好看，先生若差不多，你就差不多差不多就了解他的个性，你了解相敬如宾，安尼福气唔才会大，家和万事唔才会成。安尼啊，差价万事穷哦，所以注意动手，事足忏悔啊！我应该是爱讲《地藏经》，讲三十七道品啊，讲足侪大道理冥想互恁听。但是我讲袂落，我用下写伫内底四力法，释迦牟尼佛足伟大，伊讲足侪道理，嘛是咧帮助咱。其中四色法在里面，您自己去看怎么应用，它其中就有一项爱意，这个爱意不是卿卿我我的爱意，就是正当柔和的语言，但是做一个太太也应该卿卿我我，懂不懂？给先生宽心啊，他不才不会娶那二十几岁，说起来也害死二十几岁，懂不懂？你不要这样一做就只能当做太太而已，没妈妈的包容，没女朋友的罗曼蒂克，当然先生久了，只能这行饭吃久了也只能长长这样，你不要做他的水果，做他一些维他命 C 这样吃下去，不才会消化，人不才会健康。师父说这样够有道理，哎呀，所以这是世界性的，不是只有我们台湾，所以注意动手，如何培养相处之道，很重要的。做太太要温和，有听到吗？温和，一定要这三项，有听到吗？才能够去结婚。我们结婚之后，我们就比较忍耐，不要离婚。有听到吗？离婚对先生也不太好，对太太也不是很好。这样懂不懂？要温和。虽然我知道做太太在忍受真是很艰苦，虽然就不要为了一些事情就要生气，准说这个时候生气明天就好了，有听到吗？你要吃什么？多吃钙，多吃米群，让我们这个心容易安定。我们一个人如果欠米群欠钙，这个心乱糟糟，所以我们要多吃营养，这个营养下去心安定。所以现在的人很多人太高做不好，我很烦恼，所以希望注意动手，把我们的时岁和我们自己要制造美满的家庭，我们美满的家庭社会不才会幸福。没你看像我说殡仪馆那个弟弟也才二五岁而已，当就要进步，他也不会说去黑白交女朋友，他只要死死的用家属死，还害到别人回收，他的心已经很怨恨世间。注意啊，世间没把你糟蹋，你不可以怨恨，我们要对得起世间，我们不要留遗憾给世间，好不好？我们做一个人，我们要对社会对国家我们要关怀，甚至要负责任。你看事风台来就求风台减少，无水就紧求雨水充足，因为要为国家付出，为社会负责任啊，这是咱每一个人的责任哦，不是干那我尔呢，也不是干那你尔，大家拢爱。但是我感觉讲要为社会、为国家负责任，第一家庭先顾好。所以咱的心爱清心寡欲，
尤其男人，我们要清心寡欲。要怎么清心寡欲？色情的东西，我们不要看太多，杂志啦、报纸啦，有的没的电影啦，那录影片，那不要看太多，要看太多。你呢，欲望起来，你看，十一岁、十五岁囡仔，为着看 A 片，想要去侵犯人、害人，所以注意，咱每一个人的欲念是父母同爱念，咱就来淘汰。所以每一个人拢有欲念，但是你莫随便去甲叮当，敢若我这杯水，我莫甲叮当，伊袂落落。哦，但是你若去看 A 片，看遐有诶无诶，哦，去色情诶场所。你就受污染落去了，本来你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也变坏去，然后会一失足成千古恨，留遗憾在世间。安尼，若要死去的时阵，都危险哦。哦，地图哇，你看爱去地狱受苦，你敢知？不是干那世间苦哦。爱去这个所在哦，这图是足济，我刚才摕一张互恁看。爱去受迄个苦痛，你敢知？那爱去娶查某的人，爱去冒烟筒。哎，莫笑呢，这佛祖讲的，佛祖袂讲白贼。那去爱去冒小姐啦，还是去外口查某去外口找牛郎的人，爱去冒烟筒。我是安怎知？原来有一天。有一个人，甲讲因朋友，一个朋友咧做牛郎。我讲啥做牛郎？我叫牛郎织女。伊讲唔是，伊讲因先生吼，拢住国外，啊，拢遐拢饲查某。因这個太太吼嘛足有钱的，嘛去找牛郎。我错一个，我才知影讲哦，原来太太外面也有牛郎，所以要记得不可以这样。如果去外面找牛郎，先生去外口找小姐，你看，死了后爱去地个冒烟筒，我爱去煎油鼎，这不是卡通影片哦，不是故事，这是真正的代志。啊，伫地个拢会现出一个美女，哦，足水的，啊，你雄雄要去冒变烟筒，真实的呢？经典内底拢有记载，佛祖讲的话拢是实在的，所以注意，咱就是爱把握，去到地个你看就变这歹啊。哦，变得够歹，贵就是这歹啊！但是你贵咧受苦的时阵，伊就给你现迄个形状出来，喙齿吐长长哦，啊头毛硬硬，啊规身躯三比八，迄叫做贵。但是有当时啊，你看袂到贵，有当时啊是灵魂尔。但是你咧受苦又形状出来，所以注意，事足忏悔，甲恁讲足济世俗法，因为佛陀叫阮爱普度众生。我发觉众生的苦就是按这出来，果不中，我爱跟您谈世间法，所以您爱用佛陀的佛法来净化、来升华。所以呢，咱有做一首歌，叫做《地藏主曲》。那众生咧叫苦的时阵，我就会唱这句歌。伊讲看到众生业业伫咧甜的时阵，听到众生声声惊狂的这个幻球。是行者心中的不忍，唯愿公布法务为依果。现众生，夜夜所护的挣扎；听众生，深深惊慌的挽救；实行者心中的不忍，唯愿广布法语为。注意动手，这首歌五年前做出来，伊写出师父的心声，看到众生毕业众所拔的这个挣扎，我就是看到迄个先生，因太太要甲伊离婚，伊足痛苦，足挣扎，几啊届想要去自杀，一直甲因太太鼓励，但是因太太误会、怀疑，实际上因先生哪有去甲迄、那个。查某联络无啦，但是已经误会怀疑了。虽然人甲人之间，爱退一步，有听到无？